人气双胞胎，他们是双胞胎，他喜欢平静稳定，他喜欢冒险刺激。也许你不记得这个广告在卖些什么，但是广告里帅到爆的双胞胎兄弟一定令你印象深刻。不过却有网友质疑，这可能是一人分饰两角或是电脑合成的，但是支持真有其人的也不在少数。我们追查真相发现，不仅有人替这对双胞胎兄弟成立网络家族，还整理出一系列两人广告的拍片记录哟。想要知道到底这一对帅哥双胞胎是否真实存在呢？嘿嘿，别着急，回到棚内马上告诉你。哎呦，真的这个双胞胎有存在吗？那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好好玩哦。这个好玩吗？把它吓一跳。对啊，你这样人家课很快耶。哦，真的有这种网络有超人气双胞胎呢。刚刚那个广告有看过吗？应该都有看过。我看过，而且可是我觉得那应该是同一个人嘛，因为你广告很简单啊，他演完然后再化老妆，再演来演去。对啊，要不然就是中间叫他去整，就是说他去整形有没有，然后再换一个人来演有没有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你说是好美丽诊所吗？对对对，来看谁欢迎你。哎，谢谢。好，哎呦，不要啰嗦。对，听说今天已经来到现场了。对啊，而且他们好红，还有人帮他们成立家族。真的吗？好吧，先欢迎他们出来，好不好？网络的这个超人气的双胞胎，来，请进来。欢迎，欢迎郭彦均。哦，郭彦均。帅耶，真的是双胞胎吗？我真的是双胞胎。对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不可能，一定是那种就是演完之后再，我现在拍戏也是这样，演完之后然后再换个样子再演一次，因为广告很简单啊。对啊，他如果是这样干嘛一定要找两个一样的人来演？嗯，对不对啊？我知道了啊，我也知道了，他们出怪招。什么东西？就是比如说他现在来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之前你们还没录的时候啊，他穿另外一件衣服，穿比如说换个白色衣服，然后站在那边让导播拍一下，然后导播现在会给我们另外一个画面，然后有人在拍他，假装有两个。电影也是这样，对啊，都是这样拍来过去，来导播来给我们另外一个画面，有没有？很像，有没有？很像。然后假装笑啊，逗一下，逗一下，逗一下。之前录的有没有？对，之前录，然后又回到现场，嘿，然后再跳刚刚那个，哎，又回到现场，你看吧。哎、欸，对嘛，这简单，我谁不会？听说啊，双胞胎就是你痒他就爽，然后你痛他就痛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真的吗？那我照他痒好了。丢过去那个你会痒吗？哎，你看吧，预录要先录这个，对不对？预录了，没啊，对对呀，对呀对呀。没有预录啦。有啦。没有吗？真的有啦。真的有这个人啦。真的。你另外一个双胞胎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彦均，弟弟叫彦福。彦福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你是哥哥。彦福不浅呢。哎呀，彦福哎。对，那你把他带进来嘛，把他带进来。叫一下你另外一个。Hello， 进来吧。哦，真的。哇。大家好。这是彦福啊。对。彦福不浅。你干嘛那么开心？我很早就，你看你这么快乐哎。你在干嘛？放啊。放啦。哦。他抓我。哎。哇，欸，你跟他们不像。这是洪家另外一对双胞胎啊。你们刚拍那个是银行的广告，对不对？对。對，而且把你们两个人变得比较老，对不对？比较成熟，对。嗯，你们两个实际年龄几岁？23。23。两个都23吗？23。当然两个都23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以为只有男生双胞胎那就不厉害了。哎呦，女生也有双胞胎。双胞胎啊，有啦有啦有啦。但是女生双胞胎两个都很漂亮，又很有才艺。嗯。就不多了，哎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最重要的还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哎，那就厉害了，哎，我们先看一段 VCR 好不好？一起来看一下，哎呦，别管六七八，五折最实在，第二部第二件五折。在一起，来一段热舞嘛！哎，你看，变脸，双琴双林，你们认识吗？彼此认识吗？认识，认识哦。在哪一间 pub？ 不是，是在某某，是在某些图书馆。啊，图书馆，对对对，蛮会打比赛的嘛。对不起，怎么可以？我想问他们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都有交男朋友、女朋友，有没有？然后突然有一天突然有事，会不会找哥哥或是妹妹代班这样代替？OT 刚刚意思是更深入，他说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约会，
可是还是你现在要追一个女生，但是你没有去的时候，弟弟带她，就这样吗？不可以啊，被抢走怎么办？哦、啊，所以你们会喜欢同一类型女生吗？不会吗？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女生？嗯，其实我喜欢双胞胎吗？脸圆圆的这样子，脸圆圆的、哦，就像主持人这样子，好圆哦，小贤好圆哦。他喜欢女生穿高跟鞋吗？不是 ，OK 啊 ，OK， 对对对。那如果前面胸前有亮片，你会排斥吗？其实 OK 啊，也可以嘛，对对对。那你会排斥他以前有跟过圈内男艺人交往过？都有过去啊！哎，你看人家无所谓，人都有过去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对对。你人真好。阿萨门空木。哦，哎，小仙，小仙，你应该是在打什么主意吧？就是交一个可以等于交两个的感觉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也这样也不错啊。也可以这样。对啊，而且白天晚上都那个。不要那么乱啊！怎么？对嘛，不要那么乱。你看人家那么正，其实我觉得这样配对也不错呢。对啊。双胞胎跟双胞胎，比如说你弟。哥哥，他是哥哥，嘿，哥哥跟姐姐在一起，嗯，结果哥哥没空，然后想说，那就弟弟你帮我，姐姐说，哎，那就妹妹你帮我，哎，这时候杀出个表弟陈友，对，所以哎，你有跟他，他会跟他，你跟他，他又跟你，四个人好乱，生出来八个也长得一样，哎呦，对，这是什么乱社会？不能这样，很恶心，你会觉得很恶心哦。恶心啊，谁不觉得恶心啊？对啊，所以再接着下来就会有出唱片的计划，对不对？会，会啊、哦、哈。啊，你们两个呢？就是其实有一些戏，还有主持的部分的。哦，女孩子演戏跟主持，不错，对，不错。希望你们以后在演艺圈都有很好的表现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谢谢。谢谢